Hello， 欢迎收睇 Breakthrough， 我撑港超联即马节目，我系 Candice 允晴。冠中南区宣布 Mr. Red Bull 美斯同埋温俊已经离队，不过就未有公布两位去向。咁啊，点都好啦，希望两位前程似锦，继续踢多啲好波啊！精英杯 A 组赛事在元朗大球场上演，有香港飞马和杰志的对碰。赛前在分组赛未开斋的杰志当然希望保留出线希望，所以这场都非常落力，开波不够一分钟就有入球出现，是来自洛迪古斯的撞射，帮杰志火速打开纪录。这晚天气虽然冻，大场波可以说是没有冷场的，因为杰志的优势只维持了三分钟就被香港飞马追成平手。张熙贤左路起脚被郭剑桥挡出， U22 小将李爱轩近门补多脚成功收复失地。他们之后还差点再下一城，文迪斯右路起脚，但这下就过不到杰志门将郭剑桥。两军之后互有攻守，飞马去到上半场尾段再有李爱轩接应助助木舟短传，禁区顶转身一抽，可惜这脚不中目标，两军踢成1-1入更衣室。换边之后，香港飞马继续组织攻势，57分钟罚球机会由文迪斯主理，不过始终不能够射穿郭剑桥十字关啊！攻击不入就被杰志再下一城，陈俊一左路直线交前，洛迪古斯推顺一射搞定，60分钟帮蓝鸟再度领前。领先紧的他们在80分钟换入费兰道，而他1分钟之后左路传中找到队友洛迪古斯，不过这一脚仲未弹出啫。但队友搞不定，费兰道84分钟就选择自己来了，沿左路入禁区劲射，将比数拉开到3-1。至于飞马这边都不是一路挨打的，后备一踢的查理士85分钟左路半传半射被挡出，同样是后备一踢的陈少琪转身起脚，但始终不能够将比数改写。去到保时阶段，杰志再有进账，基尔顿右路传中，后上的费兰道头锤一顶，就顶成4-1完场。赛后香港飞马继续排 A 组的第二位，而杰志就以4分紧随其后。精英杯 B 组赛事在小西湾运动场上演，由小组首名的冠中南区对阵次名的佳联元朗。南区今场派出查维斯、陈广豪以及迪亚高作为正选三箭头负责攻坚，而元朗也好似有呼应地以五后卫阵式应对噶。双方开赛初段都显得有啲慢意，第一个具威胁的攻势嚟自8分钟南区制造出嚟嘅，陈海柏喺禁区偏左嘅位置成功截住对方嘅传球底，第一时间起脚，可惜未能命中目标。跟住轮到元朗嘅攻势啦，法比奥接应死球，用头锤做二传，早年奴咧心口控球随即倒挂射门，可惜准程度就一般啫。上一脚唔得，睇下呢一脚又点样样。邓志军接应高波喺离门30码左右嘅位置，右脚拐左脚起脚抽射，南区门将蔡子图飞身扑走皮球啊！去到23分钟，祖连奴博到罚球由新坦拿主理，佢起脚之后射中人墙，南区后防咧随即解围，元朗咧都唔可以好好把握机会啊！理论上较为保守的元朗在上半场主宰了不少的攻势嘅，保时阶段元朗都有黄金机会，早年奴左路仰过对手再劲射，击中咧近处弹出之后咧，禁区外的米基尔截到个波，即刻再起脚噶，不过都只是高出啫，双方咧半场互交白卷。下半场一开始，南区迅速制造攻势咧，冇球还以颜色，陈广豪禁区顶拐左拐右之后摆顺起脚，不过咧最后射门斜出。2分钟之后嚟到元朗嘅进攻啦，黎厚熙咧罚球斩入禁区，混乱之际新坦拿咧吊顶头锤攻门，蔡子图咧双手将皮球拍出底线啊！去到64分钟啊，南区差啲打破僵局噶，查韦斯接应队友快速推进之后嘅传中，门前左脚射远处，可惜皮球就慢流出界。元朗门将黄之浩咧其实都只能目送皮球，不过咧就唔使失波，只系出界啫。虽然双方下半场节奏放慢，但比赛去到80分钟又出现突如其来的呢一幕。米基尔喺后场突然大脚粒射，好彩蔡子图咧当时相当专注皮球的来势啊，及时赶到咧将皮球托出底线。
其后都是元朗的角球攻势，王睿混战之间头槌攻门，皮球一度在门前接近入网的，但阶段元朗都还是被球证吹罚冲门在先。去到补时阶段都是元朗的攻势，黎厚希罚球斩中，祖连奴迎顶时间很好，但是最后都不可以将皮球送入网。最终双方在互无纪录的情况之下，以0-0闷和各得一分。观众南区暂时以2-1得7分的成绩继续红巨 B 组的榜首，阶段元朗继续以1-2得5分的成绩紧随其后，以1分之差压过排第三的富力 RNF。众人受香港超级联赛第三周的补赛在广州燕子岗体育场上演，有赛前排次席的富力 RNF 迎战榜下游的愉丸。没有开波，愉丸就即刻被围攻了，林柱基6分钟接应萝卜图传中，远处头槌一顶，但就过不到陶俊桥。4分钟后富力就先拔头筹了，迪波尼传给禁区入面的伊古沙托尼，虽然被三个守卫力压住，但是他又怎会怯啊，一射搞定，帮助队领先1-0。18分钟十佬梁乐恒都有机会的，接应角球扫把脚一硬，不过就没什么角度，被乔叔扑走。一直受压的鱼丸23分钟都有机会的，角球开出被萝卜图解围出来。咁啊，加维兰喺人群中一孔一跳，再射，可惜就唔中目标。咁啊，继续系富力嘅攻势嚟噶，基奥云尼接应迪布利心口二传，禁区外第一时间劲射，咪俾乔叔单手扑出。咪临完上半场前，考军再有黄永杰禁区边嘅劲射，咪始终唔能够为鱼丸攀平。之后仲出现一段小插曲添，球证罗碧芝同埋伊高沙托尼有啲碰撞，一度需要主队军医治理。咪好彩之后冇乜事啫，富力 RNF 领先1-0入更衣室。换边之后，头先撞低 Gigi 嘅伊高沙托尼喺禁区入面跌低，咪 Gigi 示意继续。近镜见到伊高沙托尼好唔满意啊吓！伊高沙托尼之后再有机会，右路扎位劲射。鱼丸的队长摩域自颜面神救，力保不失啊！啱啱有大一岁仔的 Fat 哥接应白可传送，球不着地一射，角度就差啲啦。去到补时阶段，主队再有进账，伊高沙托尼接应李安高传送，长驱直进入禁区射远处，将比数锁定2-0完场。咪最终富力 RNF 就凭伊高沙托尼梅开二度，以2-0击败鱼丸，全取三分。先睇睇精英杯积分榜 ，A 组方面位置大致相同噶，咁香港飞马继续排第二位，而杰志就以4分紧随其后。咁至于 B 组方面，冠中南区以7分排榜首，排第二嘅佳联元朗有5分，富力 RNF 喺呢组就以4分排第三位。睇埋联赛榜啦，富力 RNF 以16分排榜首，东方龙狮同李文就继续以13分排第二、第三位。至于其他队伍位置变化唔大。各位撑本地波球迷想重温赛事同访问，可以嚟到呢度。记住 download 埋东网 app 睇直播。如果想直播期间同我哋嘅评述互动讲波经，咁就要去到我撑本地波 Facebook 专页度留言啦。好啦，今集时间够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